恩哈拉顿指挥官，我们的部队在夏胡拉斯各地培养部队交战，但黑暗之神想摧毁这座神殿。我们需要时间启动神殿的能量，阻挡它的攻势。你的目标是保护神殿，直到充能完成。突击队，就防御位置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是好消息。指挥中心升级完毕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附属建筑完工，这东西到底有什么？你得做好准备。 敌人要来攻打基地了。看来我们的指挥中心遭受攻击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女妖轰炸机准备作战。女妖轰炸机即将抵达。你的指挥中心遭受攻击。求救！求救！那座没什么用的部署建筑完工了。 升级完成。好的，尽管来吧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海伯利昂号准备就绪。我要呼叫海伯利昂号。指挥中心升级完毕。 最好是好消息，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工程车准备完成，乘风带风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帮帮忙怎么样？好的，尽管来吧。 侦测到混凝体的能量讯号，那就去消灭他们吧。好的，尽管来吧。我们的防御很有效，神殿很快就准备完成了。好的，尽管来吧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看来补给站不够用了。女妖轰炸机空袭已就绪。多改正。
工程车，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好的，尽管派出女妖轰炸机。哦，你们这群软弱的人类，多盖点补给站。好的，尽管来吧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好的，尽管来吧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谁要一些？亚蒙正在利用虚空破坏兽攻击神殿，我们得消灭他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好的，尽管来吧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盟友的基地遭受攻击。附近的天气时变得不稳定了，虽然很遗憾，但是我们最好把它们破坏掉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海伯利昂号已就绪，正在呼叫海伯利昂号，侦测到会员体的生物讯号。收到，感谢提供情报。杀死一只虚空破坏兽。好的，尽管来吧。好的，尽管来吧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升级，指挥中心升级完毕。那做没什么用的故事。冲冲冲！侦测到混元体。混元体，还真会挑时间。神殿已经完成一半的启动工作了，指挥官继续防守。人类怎么总是喜欢找死啊？医生来了。多盖一些补给。亚蒙召唤出一头虚空破坏兽，只要它还活着，就会对神殿造成严重的损害。女妖轰炸机空袭，准备就绪。
炸机。医生来了。医生来了。好的，尽管来吧。看来补给站不够。消灭了一头虚空破坏兽。我的人类。侦测到混元体，正在标记位置。发现混元体战斗单位。海伯利昂号准备就绪。我决定呼叫海伯利昂号。展开，要工作了。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？发现地中单位，我们需要设置侦察机制。医生来了，侦测到敌军列船。医生来了。神族月船，神殿遭到虚空破坏兽的攻击，快杀掉它，免得它造成严重的破坏。好的，尽管来吧。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。五幺轰炸机空袭，准备就绪。油加满，可以出发。升级完。医生来了。杀死虚空破坏兽了。人类怎么总是喜欢找？侦测到新的混元体讯号，很快就可以解决了。好的，尽管来吧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好的，尽管来吧。最好是好消息。神殿遭到攻击，你的指挥中心遭受攻击。人装待发，升级完成。让开，要通过。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神族月船，你们这群软弱的人类，多盖点补给站。帮帮忙怎么样？侦测到敌军月船。人类怎么总是喜欢找死啊？医生来了。尽管来吧。你必须多盖一些补给站才行。侦测到敌军月船。
现敌方神族月船。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你的指挥中心遭受攻击。好的。看来补给我要呼叫海伯利昂号。是喜欢找死啊！那座金矿场被你踩，神殿就快启动了。指挥官，继续防守，就快完成了。守住防线，我们不容许失败。有多个破坏兽从虚空中现身了，在他们摧毁神殿前消灭他们。升级完成，击杀一头虚空破坏兽。侦测到混元体，发现主要目标。亚蒙的部队正在攻击神殿，敌人休想通过这里。造成损伤了，我们得加强防御。神殿已经就绪了，它一启动就会消灭亚蒙残存的兵力。